我那个嘞，煎到一半哈，噎死，死了一面。哎，那里面那还那口能长那么长，长多长？它这样好吃。我操，倒一块。你看这干什么的？你这个专业。疼了，不会疼的。疼吗？这怎么都不会吃到肉。谈的，我跟你再仔细谈谈哪个了。没时间，后来再来一块。太脏。真的就口袋那是脏的，是吧？你弄一遍，那脏，那沾点味道，实在一臭。行，我弄，我弄吧，我自己吃。有人吃的？嗯，是不给你吃，那费我难弄。啊，是不？少点不喝白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哪来死呢？别动，三个，五个蛋，在里面全部给弄干净。就那饼，把那饼子烤在那窟窿里，实在也臭。他这个甲沟太深了。哎呦我去，这都皮啊。那负责任没有人。干净。空。对。你学这里。这边好一点。一点小皮弄出来，我感觉俺那个就像别人家，就是，就反正他，他都自己想，他讲不了哎，我们家讲的好像讲的我们里面都没有出来，也不是几苦出来，如果判了什么咋？这人确实都是。你之前有没有受过伤啊？你这是？